哇，那骑得像台中、台东高中，他们个子比较矮。那台东高中他们有的口号信仰就是没有明天。外围的导传三分线出手，九号许玉轩，对许玉轩这一位球员不陌生，他在之前的求学杯飙出64分的得分，是那哦，这球直接篮下游，进攻篮板，外线的出手，哇，对张振宇君，漂亮。非常快速的就攻占篮下，哇！进攻篮板，啊，可惜了。是，哇！前面这个快攻非常的漂亮，后卫就很急的想要去做挡拆，啊，就造成这种失误，对，难怪没站稳。又是三分线，谢文祥又有，哇！谢文祥，哇！台中高中的三分线火力真的是很旺啊！哇，这球漂亮的拉杆，三分球想要还以颜色，哇！哇，队长，再一颗，哇，有了。这球有了，这球是蛮漂亮的。我们反攻出来，台中高中球往前扔，又是一个哇，放球，放球，太可惜了。看起来刚刚是有成功吓到他了。哇，这球是一个四分的，前面一个上来没放进，回头被打一个反快攻。连出手有，哇，漂亮的一球，好持这一球，下半场进攻慢慢，队长出手有，漂亮的，这个三分哦，三分，哇，对，这样先稳定下来，哇，这球，哇，漂亮，哇，硬打。啊，这球失误了，前面有个快攻机会，三人快攻，还有队长，可以，队长就是这样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，如此，但是对球队很有帮助，对，效率很高，对，哇，这样也可以，漂亮的三分，我觉得有效的，好球，球漂亮，有效突破。协助分球到外线，三分线出手有，他们是有比较好的优势哦。下滑，对，好球，就是该这样打，就是该这样打。有一个吗？内线的抛投，哇，比分又超前了。哇，基本上就是没有进攻篮板。哇，又是台中的帮忙防守，差点把球抄到，剩下六秒出手了。两个球员都好重要，对，罚球，第一罚球，不知道这场比赛多紧张。第二球也有，关键两罚都能把握，果然又是一个包夹，又有包夹，哇，防守真的非常的凶，高时需要沉稳的打这波。外线出手，哇，投进了，27号的三分，这会是致命的三分球吗？关键三分了，哇，台中必须要快了，不管是三分球出手有没有，补篮还是没有，荣誉榜，谢文祥投这一球三分还是没有，哇，高时中掌握了篮板，要获得胜利了。本场比赛的胜利，超出副攻，在惊涛骇浪中把本场比赛收进手中，对，非常的精彩，很精彩，太精彩，太热血了。